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烂子段，身在海外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这个 YouTube 频道，多多支持一下哦，谢谢。你搜索一下斗鱼，我今天嘲笑斗鱼，来，看一下。叫什么名字啊？叫浪子段，哦，浪子段，对，搜一下，叫浪子段，看到他哪里？我们他要跳 P 层，他要跳 P 层，他自己不说话的吗？我就是呀，我操！主播一般都是很高冷的，太高冷了。不是我这样说，我怎么我在说话的时候也只能？怎么回事呀？他说这个人声音太鸡巴难听了，我都听不出来。真是。哎，不想玩野牛，真的。这个枪是吃水枪。我感觉它比 VSS 伤害还要低。这就是主播吗？这就是主播的水平，可能不能别播？哇，好厉害！我就说一位是了吧？这主播好厉害呀！这是第一次我打，你是不是飞机上那个人啊？我不是呀，然后我不是在那个有人在飞机上说你要跳 P 层吗？那我又不认，但我不认识呀，我不玩那个，我不看那个斗鱼的。那你可以下载一个。我看了那，我就看虎牙的呀，我给你东西吧。没事，那个你可以卸载的，你以后直接换一个啊！你队友已经跑了吗？我队友跑了，还有一个队友跑了呀。那我走了，拜拜。
操，这人机都没签的吗？喂，这个应该是真的，我感觉不到他在骗我。应该是真的挂机了，对呀。牛批 ，UZI 都满配了，我的天呐！可以走了。See you again。现在不能移动跳舞了，现在不能移动跳舞了。满配 UZI，UZI 很猛的，它不是吃水枪 ，VSS 和野牛才是吃水枪。这个枪是感觉打人要打十枪才会死 ，M4 差不多五枪。UZI 反正射速快，也不知道几枪，也不敢问。机场圈去机场杀人了。机场这种地方有人开车会去的，所以不用担心他没有人。只要看到里面，有时候他们会往卫星楼那边开，只要去看一下这边过去，看一下 C 字楼那个一号楼有没有被人收过，就知道有没有人了。你看底下有辆车，看到没？机场这种地方比较肥，一般是会开车去的，主要是不知道他们在哪里，我也不太好搞。进来打不好打，除非我在卫星楼这里阴他们，让他们来攻我的话就好打。哦，直接锁头，打了他身体，他打了我一枪头一枪身体，就打中我两枪。不过他是个独狼，他当然是排的，好像是他这个人，我应该没打他爆头，头应该是好的，当然四排的。手弹拿太多了，没必要拿那么多的。
哎呦，飞一天，独狼这个的是。N 杆还没打，把 N 杆也打了。这个击杀还是淘汰敌人。看一下这有没有车就行了，没有车就没有人。这里应该是没有人的，连钢头吉普，钢头吉普这么屌吗？一个，门要被炸弹，哟，没炸弹。我操，你这个人多少颗雷呀？我就想问。又有车走了，上山了吗？快活，快活，
山顶有人了，刚有辆车上去了，要一辆吉普，没有听错的话，就是听错的话就没有，就没有上山，没听错的话，反正是辆吉普就对这样子应该能看到山上的车的，但是好像没有，往别的地方拐走了，可能。也最主要的就是怕那种，四个人开车少的那种是最恐怖的，一个人根本没法玩。一个人根本打不过那种四个人开车少的，只要稍微会玩一点点就会死。除非是在赌桥就算了。这边被人收过了，这种房子很可能藏人呢。应该是开船上岸的。在赌桥，我怎么打不到太阳？已经打爆了。这个桥架上有一个人，所以我不能冲过去。我要冲到这个石头，他好像能打到我。
我可以往左边山上走哎。三零二，我回去了。开船过来的，对对，肯定是。谁在打我的蹦蹦？有人开车摩托车跑了。再捡点子弹，不够用了，这300发。摩托车，哦，自己做的孽，两个胎。刚刚他就在这里点我了。
哎，他也没，他也都没打到，你猜。伏地魔吧，应该没有。他走了吗？走了吧。个饮料，还没钱我的，这个赌边逛一圈，我操！也是真变态，这个人。哇，这好疼啊！跳个车跳了半管血没了。看错了。这个树的样子吧。他不是全，头露出来，一个盒子在地上，看不见，两个。再见。啊，日
常先检查一下关站有没有开。